全球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华裔世界文化艺术联合总会145个国家与地区创会全球总顾问陈光义。2024甲辰年是我们全球华人文化传统60甲子中的东方青龙，在此我谨代表全体同仁祝愿大家在龙年欢庆迎接福禄寿喜财宝丰满吉祥安康，谢谢。